皮的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的。这个是奶渣，是肉。拿这牛奶，牛奶哪就是牛奶，25一斤，是吧？牛奶，牛奶，嗯。挣10块钱一碗。没事，俺家不买菜来的。啊，我来买这个菜最好吃，老字号。他在这卖了有多少年了？卖了将近20年了吧。您吃着好吃啊。啊。这卤好的羊杂。136。哦，你多少桌？那搞菜房6份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牛奶渣是40，这个54，154。买了150的啊。42块钱一斤。你经常在这家买？都是在这儿买的。多少钱呢？啊？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200块。哦，一天就买200啊？吃好几天吧。60个人吃饭，你200能够吃的话。哎，好了没？你觉得味道咋样？啊？味道咋样？特别好，棒极了。是自己卤的豆腐是吧？啊、这个是咋卖的？1块钱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有好多种菜品卖光。